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汁罐，我又回来啦。今天就来继续我们的每日时光神奇宝贝白金版本。当然，昨天是突然的 lag， 所以就突然的中断。今天大家就会回来了。OK， 现在就先去一下神奇宝贝中心了。因为我要去补补我的弱小的神奇宝贝的命，所以当然就要来一下给护士小姐给我一个免费的护理币。OK， 就是这样子，谢谢你。所以说这样子的说，但是我要先排好来我需要神奇宝贝的次序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我的 PC， 按错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哦，只有一只吗？这样的话就不用怕了。OK， 就继续的去特训时间了，因为看来也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了呢，所以就。我最多也只能特训时间或者对战时间一下下才能。其实这样子的说，来打打一下，帮忙一下。OK， 谢谢你。来，我才不怕你，来打吧。我的胆子会把你打败的，所以说这样子说，但是还是有点怕他的。就用铁翅膀、铁的羽毛，对他也是没有用的。没关系，为了出只枪。OK， 多幸亏 miss， 来。给你头上有六只鸭子呗，快点快点快点 ，OK， 啊，再自己种自己，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打自己。对了，蓄水，啊，竟然没有六只鸭子了吗？就给你打哈欠一下，然后再。多一然后你就会进入昏睡状态了。昏睡，来，六只鸭子飞在天上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睡一下啊。OK， 这样我就可以慢慢的打死你了。但是好少哦，原来如此。这样的话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先。也难怪会这样少呢，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那个 ESP Share， 我竟然放在飞的身上，所以变成他拿到了很少。再来多一次，你要成功哦！你要成功，你看我只剩一条命，你看你，我一不成功我就死定了啦！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就只好用一下了。等等，这这个来用一下这道具，给他补回他的命。虽说不是补到满了，但至少有补回，好过没有。来，再来给你昏睡状态一下呗。哎，不是，给你头上有六只鸭子呗。OK， 非常好。
再打多一下，打自己，自己打自己就搞定了。其实圣斯假兵还是有一点可怜可怜他一下，但是很高耶，他 defense special defense 都很高，很好很好，非常好，胆宅。所以就先取掉他的身上所拿的东西呗，因为没有取掉的话我会很麻烦的说。两边都可以走啊，我先走完这边再来走那边呗。原来是这只吗？这只我也有哦。我的是形状，你的是 polygon。 你都没有换到名字嘛，至少也换换一下名字，像我这样形状。但是果然扫命就是扫命，要打败他是有一点难度的。来吧，早记住这招吧，会比较好一点呢。你加速你自己这么都没有用的，你加速你自己都是没有用的。不要再加命了。再加兵我会消了，因为毕竟要打你很难的招。你看你又在补命，这么你这个对方的这个波利根啊，这招有用吗？这招有用吗？我都没有一个地面系的绝招，你怎么用这招呢？地面吸取招没有对你没有用吗？用了这招过后，那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啦。你看，就是这样子，就也容易打败了。哎哎，当然是 rare 了，但是也是要看使用者的嘛。使用者不好用的话，就不能用了嘛。哇，然后很强的说，好像很强的说。但是我不打算做，我只打算打哦。暂时来说，我不是很打算做。来，对了，二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那没关系，给我铁镜子学一些，拿到一些的经验值币。对我没用的，这招对我没用的，你看，最多也只能打我一不了，最少也只能打我一。知道肯定会有东西拿的，来啊！为啥来打乱？你看你来打乱这么，就给你出一个草结，让你摔倒。所以我才讲你这么来打乱。你知道你的自爆很麻烦吗？还好，而是我还能顶，毕竟是铁嘛。果然铁是蛮强的，但是 attack 真的很少耶，想要增加他 attack。来，继续的走呗。再来了一次对战，继续吧。才一只，我才没有什么怕你。所以说这样子说，还是得小心一点哦。只是增加你的 defense 吗？不打算打我吗？你看你
都给我打了。嗯。Turn, turn on, shut on。用这招看，毕竟超能系的绝招对他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的说，用这招会比较好的说，给我来说。所以说他很轻啊，我就觉得啊、哦，你可别冲动嘛，你难道只会用这招吗？ Take down， 你知道你这招会伤害到你吗？你这样子只会让我赢而已哦，你看，再见再见，我铁镜子就打败了你。 Shield on。 OK， 继续走呗。嘿，哎呀，一踏进去那个草就遇到了神奇宝贝，而且是遇到这只。那这只我才没什么怕呢，只是比较怕的是它的火系绝招会出现而已，因为毕竟忘记了，就这样，啊，这样就没关系了，反正都不会伤到我。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吗？看来那边好像是有东西可以拿的说，但是我要进去之前就已经遇到了神奇宝贝，还真有够惨的。来，就用这招来解决你吧！你你你你，多么容易啊！果然有，而且是 Carlos。卡博是很好用诶，因为你看呢，卡博是，哎，它可以加那个 speed， 但是 speed 是谁最少？真想要知道，所以就这样去先见。speed 31，果然它很少。哇哦，我的火猴子很高一些。Speed， 这样的话我就加我的铁镜子的 speed 了，所以就 use 铁镜子。OK， 很好。来看有哪个，这些应该我都打了吧？嗯哼，所以我这些下去，再次下去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走了呢？啊，那边有神奇宝贝球，我又不能跳，我最多只能这样子。还是遇到了神奇宝贝，而且又要用我的铁镜子，我看我最多只能用草系神奇绝招，草系的绝招我才能打他了。来、啊，你这招对我没有用了。看来我这只对它是超级的无效果。哇，超少的，这样子就完了。OK， 没关系。呀，差那么一点点，这么给我遇到神奇宝贝，当然不用讲，遇到这只的话还好，因为这只可以一击 KO 的说，就用这招。草系绝招绝对有效，一击 KO。 这样就继续拿我的神奇宝贝球，然后再来继续的走开，我可不想再遇到神奇宝贝了。 OK， 谢谢。哇，这里好多草，
所以我就在这里先停一下咯，然后明天就会继续在这里探索这个地方飞。所以今天的时光就到了，先在我这里 safe 先 safe safe， 然后再跟大家说声我是果子冠，今天的时光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